庄主，嗯，庄主今日好不一样啊。对啊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改变？嘘，别出声。你要做什么？再找一个机会，让战风与你决裂，回去暗河宫。你这样和这件事情有关吗？有关。你我情投意合，战风阴度生恨。暗夜楼会信吗？会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可是我们要一直这样待着吗？人常说天涯地久，步步有穷山。既然想让人看，何不把门打开，让人看得更清楚一些？喂，你不怕羞啊？怕什么？要如何做？一个定过亲的人，怎么反倒来问我该如何做出恩爱的模样？我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来，跟我走。便作废了生死，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，痛戛然而止。爱是指尖上月的刺。心心念念几个字，千千人不知，抚不尽这扑火褪雨几成痴。当我唯唯诺诺载着弹指，怕枉费一世。你是骗我的吧？骗你什么？你想让战风去暗河宫，你交代他便是了。这里是烈火山庄，又不是暗河宫，我们做出一副恩爱的模样给谁看啊？现在才回神呢，晚了。有秦红来了。师父，搁旁边。有秦，叫师娘。师娘，尹雪，别闹了。你才别闹了。师父师娘，徒儿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回来了。哦，你从练功房回来。嗯。听说你最近功力大增。是。恭喜你。爹说的没错，你是所有徒弟当中资质最高的。你今日的妆容。进去再说吧。